就为审判一个来说，真的已经是大突破了。而访问内容的尺度似乎也很有进展。算是一个念旧的人。念旧，我念呢、啊，念呢、啊。所以这里前女友也是一样比较念旧的。会想念啊，我不会忘记他，也不会忘记曾经有过的一切。至于主演的电影即将上映，被问到会不会有压力，萧敬腾表示他会尽好演戏的本分。